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鱼司机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然后本期的主要内容咱就拍喂食的日常了。你们不是老说让我拍喂食吗？然后今天咱们就来喂食。其实我觉得喂食没什么意思的，喂食，哎呀，这每一只龟都这么，是不是？每一只龟都是互动都这么的好。说你呢，互动好呢，是不是？每一只龟互动它都这么的好，喂食也没什么意思。来，来，是不是？每一只它都是，哎，你在哪呢？出来一下，他没看到我，出来出来。哎，夸你了，刚才每一只龟的互动都这么好，互动起来呀，互动起来呀。哎，巨头怎么？你看那个干嘛？你看我呀，来，互动起来，来，来来来，互动起来，互动起来。他注意力怎么没在我这儿呢？哎，好嘞好嘞，注意力终于在我这儿。每一只龟的互动都这么好，是不是？来，互动起来，来，互动，互动。好吧，他是骗不了的。哎，你还往我的腋上靠，他是骗不了，他一会儿得拿点真东西。然后今天咱就一个一个喂吧，咱一个一个喂。好，咱们现在喂一下这只皇子。这只皇子由于是寄养在我这里的，暂时啊，所以我那个就不把它拿出来喂了，因为它也刚到我这儿不长时间，咱就直接在这个环境里喂吧。这个是到家第三天还是第二天，大概就是这样的。互动还是不错的。你看它的壳子上现在有一些小黑点啊，有一些小黑点，那个就是养一段时间它一点点会褪去啊，会褪去。它的头上的一些点就是养一段时间会褪去。然后你不要像我这样用黑色的底儿养啊，就用那个透明的浅色的环境养就可以。因为我为了拍视频显得能干净一点，然后我拍的时候就会垫上这个黑点，但是我平时养的时候也是浅色环境啊。这个是黄泽。快点吃啊。这啥，这怎么还得喂呢？来来来，为什么喂虾干呢？因为就是新来的龟，它有时候吃龟粮吃比较慢，它也吃龟粮，但是因为我这龟粮有点小，所以用镊子夹给它的话，它有时候看不见。所以，然后给你们拍喂食，我就喂一个虾干，然后我再往里扔几粒龟粮，它自己就会吃了。然后就这样扔几粒龟粮，看一下演示一下啊。哎，你怎么对龟粮的兴趣不大呢？他还是认识我的镊子呢。他现在把头伸出来，头伸出来的时候就先不要喂他了，等他那个。拿一个镊子。吃个龟粮。来吃个龟粮，吃个龟粮。龟粮有点小，所以拿镊子夹不太好夹，就扔进去它自己就会吃。好的，然后咱们下一只，这只就看到这里了。然后这个是我这里的销量排行榜第一名啊，就是这只龟啊。其实这只龟的这个它的这个同款啊，不是这一只，性价比还是挺高的。然后咱们现在来喂这只啊，给它一个虾干。来这边，所以龟看到吃的，它一定会就是健康状态下，它一定就是像这样，就是会吃掉。然后上面浮的这几个是那种漂浮的，上浮型的，然后这底下这个是那个。沉底那种龟粮，我这儿反正，是有常年是常备的几种龟粮，然后就换着喂，这样喂起来呢，感觉能均衡一点，是吧？我把它弄过来，哎呦我天，来看这个，来看这个，来，你别看我那个，来看这儿来。来这里还有，来这里还有，来，好了，这只龟也看到这里吧，咱们就下一只龟。
然后下一个咱们就看这个巨头啊，然后巨头就给他吃点这个沉底的吧，他这个沉底的拍出来巨头能好看一点。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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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，在这儿了。好了，别看我镊子呀，来，你看这笨，食物在这儿了，这个是镊子，我这是拿镊子夹给你食物，来来来，这个位置，哎，好了好了，终于看到了。所以龟的智商还是低哈，还是很低的。其实巨头养起来这个体验还是挺不错的，我感觉这个东西，还是蛮有乐趣的。这个巨头刚来的时候，不知道你们以前看没看过我的视频，就是还没能删除以前那个视频，就是有一期是讲龟刚到家的时候，然后那个巨头，我就是当时就是拿这个巨头演示，我特意去把它买回来给你们录视频。然后那个时候刚来的大概一个礼拜，我这个巨头特别特别怂，怂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我把龟粮扔进去，隔一天再去看，基本没吃，就怂到这个程度，它根本就不敢吃，一点互动都没有，零互动啊！我一靠近它，它就那个躲起来了，缩到壳里了。然后这是大概是两个礼拜吧，两个多礼拜了应该是，然后养成这样的状态。所以这个东西吧，但是如果我要是天天去看的，天天拿食物往他嘴里怼，那很多人拿镊子夹给龟，龟不吃就往他嘴里怼，就往他嘴上蹭，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做法啊！你这样会让龟感觉到一种恐惧，所以千万不要这样，就是你慢慢等就可以了，不要着急。好了，巨头也看到这里吧，哎，出来，出来吧，下一只了。给他露个脸吧，好了，好了，然后现在咱们看这个我的这个小黄泽，这个小黄泽呢，刚来的时候他是有病啊，他浮水，以前我也给他录过，他是一直飘在水面上的，全程沉不下去，所以呢，我就留在手里面给他治病了。浮水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你给他一个恒定的温度的环境，然后再让他自己慢慢恢复。然后黄泽这种龟你养的时间越长，它的互动确实是特别好的，不愧是那个就是不愧是怎么说呢，就是反正都说它互动比较好嘛。然后我养的确实，我现在手里有两只黄泽，然后还有一只放在店里，现在但那只也卖出去了，那只啊，所以没有黄泽了，现在不要找我买黄泽了。就是它像这种龟就是非常的灵活，然后互动也非常的好。来，黄泽就是长大了以后就是壳子黄黄的，然后也没有什么纹路，就一个小光头，一个小光头。来，这个玻璃缸其实我平时都不用这个玻璃缸，因为玻璃缸换水麻烦。然后今天我特意那个为了录视频，我拿了一个玻璃缸出来。然后这个玻璃缸你看上面有气泡，其实这个水我是晾过三天的，晾了三天以后呢，那个气泡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我就没管，因为我这些龟直接拿自来水养也一样，其实也没什么问题。好了，咱们现在看最后一只龟吧。好了，他现在你看他刚才为什么往下看？因为他可能看到那个反光那个镜子里面那个自己，他以为是另一只龟的，他可能想去咬。过来，来吧。哎呦我天，来。好了，咱们这个最后一只龟呢，就是这个老大爷养的玛塔。他正好脸上我看有点拍的不太清楚，玛塔的这个正脸挺有意思的啊，像个笑脸似的，但我这好像有点反光，没太拍出来。我好像打了他。然后这种龟为什么最后录他呢？是因为他确实是比较脏，我感觉他，因为录完他以后这个水就没办法再录别的龟啊，他只能吃泥鳅，我现在去处理一下泥鳅啊。然后我最近要训练他吃那个，我就训练他看能不能吃那个鱼竿，如果能吃鱼竿的话我就留着养，如果吃不了鱼竿他只吃活泥鳅的话，那我就过一段时间我就要把它卖掉，因为我实在是有点害怕泥鳅，是不是要弄死他呀？我去弄死他，然后把泥鳅弄死他。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，那感觉如此神秘。我认为我已经给了这泥鳅致命一击啊！你看他已经不行了，他已经还活着，然后咱就给这个玛塔喂掉啊！他显然是已经发现，然后这个时候他会突然一口啊！咱们注意看啊！
看到了看到了，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，而你并不露痕迹。他吃的过程应该是比较慢的。你看他那个身上有一些蜕皮，看到吗？他一直都在蜕皮，就是玛塔这种龟，他一直都是，就这样的。如果你们要是喜欢那种性格比较大胆的、这种能结识的玛塔，你可以联系我啊，然后我就把这只黑玛塔，这只黑玛塔就卖给你们，因为我实在是有点害怕泥鳅。赶紧吃啊，吃完咱就最后一步了。吃进去吧，这咋还转过去了呢？哎，对对对，过来！哎呦我去，你看他每一次都非常用力啊。行，然后你们搁这看吧，我去再拿点别的东西啊。虽然不言不语，叫人安晚景，那是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啊，有情天地，我满心欢喜。他吃完了没有？这个视频发出来会不会有点长啊？昨天刚有人评论说让我的视频精简一点，其实我就是挺想精简的，但是吧，每一次那个话说的有点多了，多了之后我就开始剪辑，然后又提高那个速度，所以每一次都是就已经删了很多了，然后出现那个效果。比如说这个视频我现在录到现在已经录了半个小时了，但是给你们那个出来的可能就是十分钟，然后最多不超过十五分钟，十二三分钟可能。好了，他终于吃完了，咱们再去喂一下八两吧。走吧，跟我一起去喂八两去。然后八两还在睡觉呢，然后被我给吵醒了。就是给它添一点这个营养膏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